那我们的这一波大盘涨了7000多点呢，有没有危险？当然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危险？下半年风险机会并存，大涨7000多点之后，接下来只有一种人能够赢，叫做会选股的。不会选股，对不起，终究一场空。我是跟你开玩笑哈。再来你示范一下什么叫会选股，有啊。今天7月10号礼拜五，台股跌了400多点，你看还是涨停板啊，7根涨停了。那票票你自己看嘛，13000多张锁住了。能选到这种股票是最厉害的，不是吗？讲选股，你答案要出来啊，结果要出来啊。你选的股票都不会涨，那鬼扯啊，真的会涨、啊，7根涨停板。谁买的？普通会员买的啊，不是那个等级最高要缴300多万那种，没有，普通会员哈。台股大跌470点，精彩哥还是攻涨停板锁住，第7只涨停，大家恭喜。股市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就看你有没有跟对人嘛。啊，你跟错人当然没有啊。张爱民会不会吹牛？任何一天，任何一笔，绩效造假，全额退赔。张爱民，那、啊、如果这个是假的呢？假的你就来退付我，钱还给你啊，还抢什么？没什么好讲的，我不会拿假东西上去。哪一个分析师敢这样讲？全台湾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啦。5档以内带进带出，会员你有这种总特普3个等级，没有什么特一、特二、特三、特15，特就特总这种普三种而已，没有别的。所以这普通人谁？所有普通人都是、啊、没有分等级，没有普通人要普一普二，那鬼扯诈骗了。分析师不是股票买一大堆，就是会员等级一大堆嘛，这样才能做假。所以你没有搞这一套，我从头到尾都是玩真的，没有在搞假的。青菜哥，谁的普通会员的啊？参加最便宜那个会员就有7只涨停板，哇，太开心了。现在涨停板几档？9:23，三档而已啊，只有三档。精彩哥，当时台股跌470几点，三档涨停板，精彩哥有没有？有哈，大一点，没错，开心了哈。第一支7月2号，没错，亮灯哦。7月4号，7月5号，接下来礼拜一了。7月8号，礼拜二休息。7月10号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7月11，今天礼拜五，连续3天要攻涨停板。目前7只还没有第8只。7月2号到今天12号，快要加跳几天？7只涨停板。中间好像只有2天没涨停，其他都涨停，多漂亮！张爱民真的有买吗？有啊，第二号图啊，在这里，普通会员这个13:13攻上涨停板了、啊，当然有啊，很漂亮、啊，没错啊，本身就这样而已啦，有没有？赢家跟输家有什么不同？赢家事先讲啊，输家只能事后吹牛嘛，因为没有这个真本事嘛。张爱民，你有事先讲吗？7月2号解盘时间42:12，有没有？这档是不是精彩客？今天最高来到52.8，涨停板有没有？就精彩科啊，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，有，就这一张原股票名贴上去啊，一定有啦齁。有最强的基本面能力才能选出扇形封装，精彩科就是扇形封装的，懂意思吗齁？有最强的选股能力才能够选到精彩科。